雁塔圣教序，唐褚遂良奉敕书，内容包括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太子李治撰述大唐皇帝圣教序记，唐永徽年间立，现存西安大雁塔塔座左右两侧褚遂良暮年书记，后世评美女婵娟今生玉润，堪称唐楷法帖之经典。杨明臣，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楷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艺委会委员。大家好，今天这一讲呢，着重讲临帖的一般方法。针对雁塔圣教序讲的临帖方法，但是对临写其他的经典啊，包括真草隶篆行，都是有用的啊，都跑不出这些临帖的基本方法。对一本经典字帖，开始我们学习它的时候啊，必须深入观察，拿出较长的时间专心致志地下功夫，不能浅尝辄止，不能今天写写这个明天写写那个，要在差之上京逆之贵寺这个环节上下很长时间的功夫，就是说观察的越细致越好，临摹的越像越好，这是每一个啊学习写字的人都必须经过的一个步骤啊一个阶段。当然临帖的不是一个啊，对一个书法家来说，它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是一个终身的事情。一开始初学呢，打基础啊，啊，站稳脚跟呐、啊，这个要主要精力花在临帖上。到后来有了比较强的创作能力，那就是啊，创作里头一些间隙拿出一定的时间，还要临帖。这里所讲的临帖的一些方法，主要是对这个我们开始啊掌握这一本经典的基本的技法特点啊风格规律啊，把这些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化为我们手上的功夫，这个没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是不行的。据说现在有一个叫什么10000小时定律，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就能基本上掌握了，这个要算一下大概得5-6年的时间，我觉得也是一个概述啊，不一定是绝对准确啊，也反映了我们要掌握一门技能，要掌握一部经典啊，没有足够的时间的投入啊，投入是不行的。对于临写雁塔圣教序啊，我是提出了一个叫五步法啊，临帖五步法。第一步叫选临，这个选临里头包括两层含义啊，我认为一个是呢，选一部分自己认为啊特别喜欢的字，或者认为我学了以后很快能够经常用上啊，或者我认为这一部分字比较好写啊，我拿出来每天选个啊10个20个啊来进行临写，掌握了以后下一步再选一部分字往下写，这么经过一段时间呢啊，把大部分的字能够掌握起来。这种最初的临写方法呢，主要是引起自己的兴趣，比如阴阳两个字吧，
阴天。选邻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选同类的字，啊，偏旁相同或者字形结构相同，啊，我进行选一部分进行邻。啊，前面我有讲隶字的时候啊，就是采取了这个办法，啊，把一些撇比较集中的、横画比较集中的，啊，选出来给大家邻看。那么我们学习的时候呢，也可以。在选邻这一步里头，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啊，比如我要强化，啊，对走之底的掌握，那我就选一部分，选十个带走之底的字。走之底的字还有很多啊，啊，我今天假如说我就选十个走之底的，通过训练走之底这个偏旁我掌握起来了，那我下一阶段我选那个双人旁单人旁的字，我经过一段训练，这个偏旁以及和后边的组合我掌握起来了，我再选三滴水，啊，我经过一段训练掌握起来，我接着选言字旁，啊，我接着选利刀，我接着选耳朵旁，啊，这么一步一步的，这些偏旁部首的我写完了，我再写按照结构的，啊，左右结构的，上下结构的，这么经过一个阶段，一些主要的字、主要的偏旁就掌握起来了，这第一步。这一步的目的就是引起自己的兴趣。第二步叫接邻。接邻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段一段的往后邻，可以一天我就写这一面，如果掌握的速度比较快，我可以写两面，两面50多个字嘛，两面才50多个字，一个阶段按照50来个字，50来个字拿到一周内进行临写，那么在这一周内我反复搞这一段，这样搞的好处什么呢？就是说的我跟那个选临不一样，选临是挑好写的我喜欢的字，这个就是只要帖上有的字我从头到尾一段一段的往后走。那么接临它的还有个好处就是我要掌握这部经典作品呢它的整个的行气，字的大小高矮宽窄这种关系，在这个帖里边的具体位置啊，和它左右的关系怎么处理，这个拿出一周不行两周，两周不行三周，反正这段写不好不往下进行，这么这段写好了我继续往下再走一段，啊，一点一步一步向前挖掘，向前开拓，啊，总有一天我把这本字帖，我把它搞完。搞完了，你每一步都很扎实啊，啊，你基本掌握起来了。那么第三步呢，就通邻。通邻呢，这个一开始不适合。要在你这个选邻呢、接邻呢，走了一定的阶段，而且呢，
基本的点画结构特点啊掌握起来了，啊掌握起来了，那就很有必要从头至尾啊一丝不苟临写一遍，每一天临写，上面还不同。我们要养成通临，比如这2000多字，这生肖穴我通临，我一天不可能搞得完呐。甚至我也没有这么大的时间呐，这么大块的时间呐。我这个半天这临了200-300个字啊，那么第二次上手你通临往后走的时候，你要慢慢找第一天临那个感觉，或者现在别的纸上我找找这个感觉。找找这个感觉，那字的大小、笔画的粗细，啊，墨色的这个浓淡，我基本上找到和第一次临这个感觉差不多了。我上手接着，如果是临一个长卷的话啊，接着我往后临，啊，和前一次临写的能够衔接的很自然，通篇临下来，还是一个整体。这里头有很多，这个我们。作为写书法需要摸索需要掌握的啊一些窍门，通过通临啊来加强，不光是加强我们对单个字这种啊认识，而是对整个啊整部经典气息的衔接啊字的大小粗细各方面的统一啊，通过通临我们来把握这些东西。第四个就是背临，这个环节呢它是和选临接临通临和这些临写呀，它不能排列起来，它是在这些过程中穿插出现的一个学习环节，或者说一种手段啊。比如说我选临一段时间，我可以穿插一下背临几个字，我接临的过程中我写一段，为了巩固我也可以背临两行字啊。我通临的过程中，我为了加强对某些字的掌握，我也可以采取背临的办法检验自己的前面临帖的效果。比如这个天吧，假如我背临了这么四个字，我背临一个字也好，背临一行也好，选几个字背临也好，然后我打开字帖对照对照看看像不像，天字差不多，藏字还差不多，这个撇这灰风撇稍微长了一点，圣教的圣这一笔我写重了一点，这一笔也长了一点，教打开一看，哦，这笔稍微长了一点，我背临一段时间，背临几个字我就拿出来和帖对照，哪个地方像哪个地方不像，不像的地方合起来再背临，观察一下再背临，背临再比照，经过多次反复啊，就可以牢固地把这些字掌握起来，
这是我们前面初级的学习阶段必须经过的一些过程，只有这样强化训练，一步一步的啊，把古人教给我们的方法，教给我们的秘诀，我们掌握起来化成自己。但你以后在创作的时候，你可以挥洒自如啊，啊，不负不脱啊，既不脱离他的我又不受他的束缚。你还没掌握，你谈不上受不受束缚的问题，脱不脱离的问题。所以我们先要掌握起来，掌握起来就是个很严格的这个训练的步骤，反复搞，啊，反复搞，强化自己的这个脑子里的记忆和手上的技能。前面讲了一个选林、结林、通林、背林，现在讲什么呢？第五步呢，我提出一个，就是叫临创结合，就是经典里边的一些这个字的风格特点呢、技法、书写的规律啊，自己有所掌握，有所掌握就要结合搞一点少字数的创作。我们大家来一起共同探讨这个临创结合这个问题。比如说我选这个字帖里有的，我要写一个独体字，就是一个字的作品，鉴别的鉴，像魏征讲呢，以通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见得失。哎，每一句里都有这个鉴字，啊，就是为镜子的意思，啊，落上自己的款，啊，就是一幅小作品。类似这样的，这里头还有许多这样的字，比如书、春，啊，等等。我们都可以写成，比如我写兴隆两个字，兴隆两个字，两个字的还有啊，像这随缘，我再给你写随缘这两个字啊，而且这两个字造型很优美。哎，他得捺啊，一致贯穿着三个撇，你看他这个写的多好啊，随缘两个字。这样我们写一写的，边临边写，我们这个临这个字帖的兴趣就会大大提高啊。
我们等写上个几个月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写自己写出来，这个很不错的这个少字数的作品，《德不孤》，啊，三个字。德不孤，思无邪，啊，就是正念很正，啊，很纯洁，啊，思无邪。思无邪，四个字的这个圣教序里有完整的现成的词句啊，我们可以写成个长的横幅、条幅，也可能写成一个斗方。宏济万品，这个很好的词啊，宏济万品。这既是临帖，啊，也是在写作品。这样落上一个款，落在这里也可以去看，落在这个地方也可以。
个小斗方就出来了，写这四个吧，叫松风水月。笔画要写上力量啊，松风水月四个字，这个可以落个穷款，位置不大。这主要是强化我们临帖的兴趣，强化我们对一些字的记忆，同时也在我们边学习的过程中增加我们一点儿成就感，啊，能够创作出，啊，送给一些朋友啊，啊，一些什么一些小作品，啊。好，今天那个这个主要是讲讲这个临帖的这种一般方法，结合《圣教序》里头一些字的组合的这个，提示大家在临帖和创作的过程中啊，怎么利用帖里现成的词句创作一些小的作品，以增加自己临帖的兴趣。那么下一讲呢，我想着重讲一讲这个我们在作品创作中如何运用《圣教序》的技法和风格啊，来把握我们整个作品的节奏啊，整个作品的特点。今天这一讲呢，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